王爷哈，然后我们社会处的吴处长哈，然后我们今天哈特别的这个来宾哈，就是我们的徐老师徐英宗老师哈，他是我以前哈就在海洋厂就认识到现在哈，那他在这个莲雾的种植方面已经有好几年的这个历史哈，那有曾经有连续四次都夺过这个全国的这个。冠军也好，优胜也好，都得过很多奖哦。那他这一次呢？我过年的时候碰到他，他就说有一个想说，我自己每年得奖哈、然后也有这个生活也无语啦哦。那想说要把这个现在时下最流行的所谓的这个八掌莲雾看看能不能透过我这边哈来做一个平台，让我们屏东县的一些弱势团体。来做一些奉献啊！我说这个 idea 很好，所以我就联络我们社会处哈、社会处这边呢，也我们搭了桥以后呢，也非常积极的在做这个东西啊、那这个呢，今天大家所看到前面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徐英宗徐老师所提供的出来的东西啦、那这个他是说不多了哈、但是呢，以我看来是非常多了哈、因为一个农民呢。要能够去奉献哈，已经很不容易了啊，这是我非常感谢的一个地方啊。尤其香水莲雾呢哈，目前的实价哈是每公斤700块，那秋季的时阵哈，曾经有一颗卖到1000块或是700块的。我想有去关心的大概都是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哈，我们徐老师这个有这种爱心啊哈，那也是我也替我们这个所有的农民哈这个非常感谢他，也希望能够这个他做了这个公益以后呢哈，我们这个农民朋友呢做得到的也能利用这个哈抛砖引玉了哈。好，我以上大概做一些这简单的一些引言哈，我们再次的谢谢我们徐老师好不好？